想俾個 surprise 我媽咪，因為我媽咪其實住喺澳洲，咁而家諗緊有咩方法啦，嚇、啊。同你睇睇呢就睇咧。係，佢喺青島，而家青島拍緊戲。咁應該都係，我諗佢母親節嘅時候，佢應該都會好忙。我諗佢都係工作中度過會係。咁會唔會代替仔仔送份禮物俾老婆？有得代替嘅咩？我諗我會喺佢嘅小朋友嘅銀行户口嗰度攞啲錢買嘢俾佢先，唔好代替，應該養自己嚟，我覺得嚇。有噶，其實之前都有做過呢啲畫卡嘅嘢啦，咁啊睇下今年佢有咩 idea， 因為佢都有好多 idea。我諗已經準備好70% 至80%啦，七八成已經 OK 啦。咁而家等所有嘢全部組合埋一齊就 OK。咁我覺得今次係一個非常之精彩嘅演唱會，因為有好多好好嘅唔同嘅單位去配合啊。譬如衫，我哋有啲好神級嘅時裝設計師啦，喺比利時嘅請翻嚟噶。咁就係啦，我之前講過噶啦，其實咁有啲好好嘅音樂總監啦，梁喬柏先生啦，即係我《小歌手二》嘅音樂總監。咁所有嘅合作單位都係我學習嘅對象，咁所以同佢哋合作係好榮幸。咁你嘅腹肌練成點啊 ？OK 嘅喎，腹肌呢啲嘢就究竟是不是 show 的呢？要想個方法或者是想個原因，但自己也都是一定要準備在這裡先，即不可以是沒有的嘛。現在有幾份都挺好的了，情況是樂觀的。月尾開拍㗎，好似我聽到最新嘅消息係六月尾啦，因為佢哋將個劇本再精益求精，希望做到最好嘅時候先至開始啦。咁其實咁樣就啱啱就到我嘅，因為我七月頭開演唱會啦，咁所以我就希望係開完演唱會之後先至再去做電影嘅工作咯。咁本來今個月我要拍一套我哋公司嘅電影，叫做《千億惡魔愛上我》，周秀娜。但係公司就覺得我實在係有太大嘅工作量同埋太大嘅壓力啦。如果係咁，所以就亦都係將呢部電影壓後嘅，將會壓後到八月份拍嘅。而家就 OK 啦。如果唔噴期嘅話就撞曬佢，因為演唱會係需要排練，同埋真係需要去 keep fit 噶嘛 ，keep fit 要好多時間。咁《衝向雲霄》電影版啦，之前就傳説好多唔同嘅女主角啦，咁你呢兩個收到消息最後嘅女主角？女仔啊？係啊。我等佢哋去宣布啦，佢哋好似都有個定案㗎，都幾喜出望外嘅，唔錯。是曾經合作過的對象嗎？還是我未合作過的喎。我想這個世界有很多跑車的，我不知道，不是我賣給他的，因為我之前已經賣了，我覺得可能也都是可能是巧合的，我不知道，沒留意。今次的代言好像聽說有七位數，是不是那麼可以買到架跑車？不懂答，錢的事都是留給經理人公司他們 去處理啦。那你說是的，我很少理錢那些，最重要其實我現在最寶貴的事就是時間，即是希望自己能夠善用時間。近期這麼忙，姐姐會不會投訴說你
會啊，少咗時間。會嘅，我自己都好，即係有點內疚嘅，但係工作係始終係工作。咁希望遲啲又可以一齊去放個假啦。咁你之前就自己導演咗個 MV 陳開心啦，咁你自己有冇諗即係拍埋你弟弟同埋我一齊拍個 MV 㗎？咁又唔會，唔係咁因為陳開心係揾咗蔡一傑同埋伍榮妮去拍啦。我尋日上機之前就做咗個 final cutting 啦，已經 OK 噶啦。咁我諗下個禮拜大家都會睇到。咁我首先真係要喺度非常之感謝我呢兩位好朋友咁落力、咁噴鼻血式嘅演出。哇！即係實在係大家都會嘆為觀止，我諗睇到之後，因為實在係非常之咁性感。蔡一傑都好成功，即係佢哋同埋因為始終佢哋好有經驗嘅一個藝人啦，所以只要即係佢哋嘅演出係已經為呢個 MV 加咗太多分，好感謝佢哋，要翻去請佢哋食飯。咁係咪擔心自己嘅尺度問題，先揾呢兩位朋友演出咁近？唔係，因為我之前咧就拍過一個 MV 叫《你好嗎》，咁只有份喺裏面演，又有導咧，我覺得太辛苦啊，自導自演啊，即係又要行去鏡頭前，又要行去個熒幕嗰度睇翻。咁我今次就想專心啲去拍咯。咁係一個樂趣嚟，我覺得做導演係一個好大嘅樂趣嚟嘅。不過就暫時都係做演員先嚇。好，咁就打先。多謝你，下次見喎。